上课不能使用手机。一箱可以。好，我保管了。啊，好。上课不准翘课。探究实验。厕所。去。用回归35%啊，小花想利用五号还原滴定法，测定其体积末尔浓度。老师，我回来了。为什么答案是不颁奖呢？因为前面四项都是属于白色透明的。对同学、老师要有礼貌。老师好。今天是体育题目，小山村上冰雪雪，什么？